点击宝石，选择要镶嵌的宝石吧。点击强化叶签，点击宝石叶，选择要镶嵌的宝石，点击镶嵌来提升自己的战斗力吧。虽然只。 少侠，你看到？白大哥，你我来。 点击角色头像，可以打开功能界面。点击技能页签，点击自动加点按钮，相跟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已看过了，并无大。里边那俩人呢？ 用内力助人于互相抗衡，这姑娘吧，想帮助你师父。是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有谁？我成了，提升渐渐弱下去了。 你为什么手下留？师姐，当初是我年轻，这看看你们师傅就知道了。可是方才笛声与师傅你的琴声相抗，我们都听到了呀。阿笛，小雨。 师姐是用内力注入音律之中，为我疗伤。少侠，没咱们啥事儿了，走。站住！年轻人的点穴十几年。小雨，你怎么跑得这么快？不陪着你师父？他在。过。话。天色不早了。 少侠，我带你去休息。原本只是打探同福客栈的事情。 没想到还有意外的收获，看来这次任务我完成的不错。刚收到了寒泉前辈的来信，让我前往万世阁。这里就是万世阁，果真是气派非凡。
前辈，怎能劳烦您亲自来迎我？您多作为。前辈说的可是？万世阁是个很大的地方，应有尽有。待事情办妥，你可以自己。这里便喊了。天书志为何物？天书志是万世阁的人员的。原来如此。这明是非，辨善恶。这万韩老很，我很韩老放心。这位是东晓，见过东晓前。东晓天生聋哑，但是学白小阁中。我知道了。哟，小书恒，又带新人遛弯呢。凤姨，你又打趣我。啊，这是凤姨，观凤阁的掌事，负责万世阁上下的穿衣用度。凤姨的刺绣可以说是天下一绝。哎呦，这位小后生生得不错嘛，改天凤姨给你裁一身衣裳，穿出去肯定艳压群芳。谢谢凤姨。好，走吧，带你去演武台看看。不过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这见过。陆峰前辈原来是名将军，身上多少还残。这就残留。是前辈手下留。您这欢迎仪式还挺别致。困了，我们属于文职工作者啊。前辈，哎，带你走的也差不多。好的。周岭南，总算有一线希望了。希望凤仪能认识我叔父，告诉我一些有用。哎呦，凤，您可周岭？不瞒您，哎，没事的，还是要谢谢凤仪。乖娃。万世阁中果然有人认得我叔父，不过他失踪这么久，不能操之过急，还是。
前辈，您在这儿啊？还努就前辈，你叔父在世，叔父有留下东西，那箱子现在何处？